我先下去去了啊。好，够了吧？可以包完这个就可以。哎呦，哎，冰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烫一下。我来吧，我来吧。哎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那个，你们俩把手洗了吧，哎，马上就吃饭了。行行行，好啊。给我看一下吧，怎么样？啊，没事。我看一下吧。我真的没事，别闹了。发了什么？他也不知道。饺子好了，你一块吃吧，红莹。你们先吃，我把剩下的盛出来啊。你快点啊！哎，小野，你喝酒吗？啊，不喝。你说什么呢？我问小尹呢。哦，反正我不喝。小尹，你要喝你自己拿啊。知道了，你不用跟我客气。我想和你在一起。我去找你，电话联系吧。联系什么呀？啊，那个工作上的事儿。哦，小野，你怎么这么忙啊？周末还这么多事儿？谁让我是劳碌命呢？行了行了，别管他了，自己吃啊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嗯，你尝尝看。嗯。喂。凌晨动手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嗯，快点，小野，要不然一会儿饺子凉了。味道怎么样啊？当然好了，你拌的馅儿嘛。子忠，你发什么呆啊？我没有啊，我是在觉得好像这个饺子有好像有两种馅儿。你说什么呢？只有一种啊！啊，是吗？快吃吧。哎，哎，红影，宝宝呢？在呀。红影，下来。红影，你咋了？怎么了这是？啊？那大半夜的。咋了？宝宝。锁门啊！我锁了呀。你确定你晚上锁门了吗？绝对锁了。没事没事，我看看。
呀，妈，怎么让人给撬了？真的呀？啊，我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一个黑影在撬这个门。他，我再到别的房间看看。包苦，包苦挖灾呢。哎呦妈！红英，你先别哭了，娃在呢。哎呦妈！你先别着急，这样，我跟建东，我们现在从今天开始，天天守着，寸步不离的，好吧？你答应我的，一定做到。一定，我答应你。回来了。嗯，你起来了。你这一晚上都去干什么去了？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梦见我的孩子了。你不会怪我吧？啊，不会，怎么会呢？我出去就是去看他的。我知道了，你不用说。哎，辉啊，这就是你的现实啊。但是这个现实是你当初答应过我的。我知道，我没说什么呀。不过说实话，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是真的没有想到。你的前夫把孩子抱走了，同时，他也把你的魂抱走了。对不起啊。好了，我去上班了，你好好睡一觉。那我上班去了。孩子没偷成，刚子说吴红颖半夜三更去了孩子那儿。你说沈自忠会不会知道这事儿？我也不清楚，反正沈自忠近来情绪不好，这肯定跟吴红英有关。